好好看看，小朋友。这玩意儿呢，耗血可挺不太好弄。好好看看，小朋友。这玩意儿耗血，我好像一直是亏的呀。掏回来，他有那个盾了啊。我们好像稍微有点小亏啊，等一波三吧。哎呦我操！哎，你这你都敢闪，我是真是没想到。掏回来，啪啪，致命点烟，啪啪，阿杜根，啪。不好意思，真实伤害物理盾挡不了。这波我们站在草丛里边回城，这几个经验把它吃了，顺便回家。狂风之力呢？来两把长剑，一个血瓶，好小啊！这商店，这商店这么小可不行，大一点稍微，再小一点，啊，这样刚好。Force 他不拉得，其实我们家这把呀，不算很好打呀。掏回来，啪啪！啪！阿杜根，啪！掏回来，啪啪啪啪！你干哈呢？我知道，我们已经无敌了。这个青钢影是真的菜，她菜不菜跟我们没关系，她是女人就必定被我打，无论她是不是机器人。我差点学了一级 Q 没学大，还好 Q 技能不让点了啊、哦！这波要让点，我学了个四级 Q 就完了。他们家死哥打野，
死哥这一波很有可能来啊，但是没有意义，死哥来我就杀死哥，不行我就把青钢人给换了，我们现在伤害杀一个人随随便便掏回来，没掏到，简直随随便便随便杀，上野区，哎，不用不用不用，这波不用上野区啊，掏回来这个小兵，哎呦啊，我给你个大嘴巴子，你还挺狠，哎，你给我起飞，这也能死啊，哎，别别丢我，哎呦我这炮车疯狂虚缺的炮车，给我下当150，可能还好，其实没多钱，我们正好散金，赏金少一点，塔皮没了，那炮车有点烦人，小驴人没死，掏，我的掏没有办法打断他的意啊，来，掏，给你个大把妞，死哥来了，掏回来，他闪现，我建议是最好是别追，知道吗？闪现掏。女人不敢动我啊，他动不了我，他动我我们就把他拿下，这波上线试试能不能直接一套把他打死啊，那青钢影我们打他一套应该能打死，差不多25秒有传那个有点炎啊，用点炎这一波直接把他打死，他没有闪现，注意不要全打盾上就可以了，先破他一波骸骨，青钢影这个英雄硬拼肯定是不行的，知道吧，我们这波就跟他硬拼，他就得耗血，人呢？人怎么没了呢？嗯？不见了。掏回来，上钩拳。他不跟我打，不跟我打算了，我们回家黄蜂之力，我如果一直出这个狂风之力啊，再出征服收集者不一定能打得过他了，后边有点脆了，这就会
他一脚要踢我半管那鞋，我没有在他踢我半管那鞋以后把他秒掉，他第二个踢我们可能就要死，知道吧？但是不出黄蜂之力的禁夫指定是不行。插个眼儿来，我肯定是接受不了。空波线儿来。跑中路去了。他现在八级，我们十级呀。他跑下路去了。那我们得推了啊，开始推塔，传送去下了。去下送去了，变成个二百五。应该不太有人敢往我上路走。我们已经十一级了啊，走去一趟野区看看有没有死哥，找找他去。打完了，打得挺快啊，这红看看 F6 哎呀，打石头人呢，这打石头人呢，旁边青钢影，我如果跟他换其实不太划算。我们回家了，哎，这不用换了，啪啪啪啪掏回来，啪啪，哇，狂风之力，还免费送个双 buff， 可以啊、哦。吃狗屎。婉豪，婉豪，女人的监牢，哎，还挺押韵。我们十二级，他出的分离者呀。回家，我们收集者，扫描一下。杀会儿谁呢？随便杀，先杀谁都随便杀。除了青钢影秒不了，其他四个人我随便杀，我杀谁谁死。就这死哥了，行不行？齐亚娜零杠三也不值钱，或者是卢仙，你给我回来！啪啪，阿杜跟，啪啪，哎呀呀，这小龙，哎呀，这小龙可是挺烦人啊。快点把龙打了，完了 ADC 要死了。哎，那打完团战的小驴人满血，俺们这死了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这说明这小驴人呐很恶心呐，没有人打居然，我都不懂为什么没有人打的小驴人。
我到了，给我套回来，女人给我起飞，阿杜根，我死了，又给我下当了。这把出右装一点用都没有，出右装也不带右的，我跟你们说。死哥应该是死定了，小绿人要是能让死哥抠死，那我真是无话可说了。哇，小绿人，你看这小绿人不杀是不行，一点用都没有，这把就出纯右纯虚区装啊，就纯虚区，撑死我就整点个整个荧光刀都撑死。先打个红的，现在就这个青钢影都能在面前叫嚣叫嚣，我是真是没明白。走，为什么这个卢仙能够在中路待着？为什么这个齐亚娜能够在下路带线？为什么不给一口汤喝？上拆塔吧。我拆塔吧，反正也没人管。有人管也没用啊，有人管上去就是一个锤，照脸就锤。我看谁敢管，我看谁敢出来啊！就你叫女人呢，还敢出来？我是真是没想到啊！上高地，管不管？上高地了，管还是不管？快跑！来人了，溜了溜了。谁也别惹我啊！我告诉你们啊，尤其是你这个莫甘娜，你别以为我杀不了你。卢仙是吧？啊，卢仙是吧？就你叫卢仙呗？就你叫卢仙呢？啊？我看你好像不是很服气呀、啊。我刚才失误了，我那个第二下平 A 没出来。正常来讲的话，就一个强风之力加 E 加俩扣就死了。这个女人稍微有点猛，我们不干她。啪！啊，她太幼了，不好杀，她血太多了。来大龙。我这来打龙了，
来小龙，先去吃口屎去。哎呦我，你敢回来，我是真是没想到啊！给我勾他来。我们要不要把这个卢仙给他杀了呢？到底要不要呢？这是一个问题。没事，我倒死不了。起飞！哎呀哈！给我瞎当了！打得这么惨烈吗？你说我这 W 为什么老要乱用呢？哎呀，这 W 老乱用可真是不行了。来个板甲吧，带翼的月板甲。关键就不是有点太脆了，你知道没啥安全感，老感觉自己要死。饮血剑呢？可以来个饮血剑。这不是怂了，这是跑得快，啥也不明白。哎呀，整得我按错技能了。阿杜根，你敢动？我不信。我的龙还行吧，快走吧，小绿人上高地了。没事，他们不管拉倒。小龙我们的还破一路，挺好。要不要这个先不出，我先来个吸血。我想想啊，我可以来个吸血，其实我先来个饮血剑的额外小件，先吸他一波。小绿人挂了。这么的，这波我们来中啊，先扫一下。这个卢仙应该是够呛了。有没有红？应该有红吧。我先打个红，你着什么急呢？来，这大龙直接打了，我的虚区老高了，给我扛一下子。那我这暴击多少？这无限暴击，铁头锤，一顿头锤。哎，给他拿下。先把这些眼儿给他排了啊！我都16级了，谁叫死哥呀？谁叫卢仙？谁叫莫干辣呀？给我起飞！阿杜跟，我都得死，可以，把这打了。
你为什么要往右边走？你是不是有点傻？我发现。哦呦，可以小绿的。14等于0，呵呵，算了，射一手吧，要我说，人家都复活了，再往上上吧，不太划算。不过我们家兵线有点多呀，对面想扛着这种兵来硬打。小驴人也死了，那我来吧，我来。好痛啊，他太幼了。你怎么回事？你莫干了啊？走呗，掏回来，打杜根，我打死他，真敢上啊！我看 ，nice。不用回家了，应该都推没了。这好勾，掏回来闪现，这青钢影太烦人了，真的太幼了，也不出三项，出什么玩意儿？破坏者、分离者，讨人厌，讨厌死个厌，出的贼幼。